经般的爱，你是我此生。这星星怎么折？拆开了我折不上了，打开我就……这个星星我好好保留起来。哎呀，怎么办啊，这么算起来让你哭了这么多次了。嗯，还说不是小哭包。抱抱。啊，我都知道了。嗯，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就是想说。但我这次可没有你哥谣言的那个女朋友啊，我现在有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所以你专门跑回来颐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因为你说考虑，所以我跑在电话里跟你说，因为我想当面跟你说的话，你应该不太好提。提什么？你想什么呢？如果不是你爸妈有意见，我现在就抓你去领证了。真的？为什么要抓去？怕你跑掉啊。我说的考虑是想先在颐和陪你待两年，等你毕业了再跟你一起回去。还是我先回南无去，把一切安顿好了再等你回来。想什么呢？这样。嗯。其实我留在颐和也可以，就可以商量嘛。你不用一直迁就我的。我是真不想待在这儿。而且我不迁就你，我迁就谁啊？小姑娘，你要做的事儿呢很简单，待在这边好好学习，什么事儿都不用想。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每天多黏你男朋友一点，知道吗？至于你爸妈那边呢，你也不用想太多，我会找时间好好跟他们说清楚。嗯，笑一个。笑一个。
怎么喝酒了？怎么了？嗯，我去给你倒点热水。 怎么突然醒了？心情不好吗？我觉得我对你不好。你什么时候对我不好了？ 今天我在机场跟你说的那些话吗？我跟你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因为你以前不知道，所以我想说给你听。但我不是想让你对我很好，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都很好。 真的，曾志，我爱你。对不起啊，志志，这句话我说的太晚了。这么多年以来。 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是你的义无反顾，让我意识到了我自己不够好，我的后知后觉，我的不坚定，都不够好。 但是这些不好，我会在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每一天尽力弥补。芝芝，我不会让你为了自己的选择而后悔的。我爱你，芝芝。 过去之后太想你了，怎么办？你要是太想我的话，你就吃我给你带的糖，好吗？或者把北极熊也带去。那你如果太想我怎么办？ 北极熊留给你，嗯，你想我的时候，就看看它，就像我陪在你身边一样，好吗？嗯。我那么快。
想不想？你先跟我去歇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弄好了。要怎么形容这一种感觉？ I got nothing to hide. Lots of you dance on my mind. 曾经偷偷的掩盖，藏在时光的爱。This moment is crystal clear.穿越过了时间和人海 You know this is meant to be 你荧光投向我走来 Stars align Say it's forever now 水晶般的爱你是我此生唯一夙愿好了，我帮你叫了辆车，等我上车之后给我发条信息。哎，机场这么远，早知道就不让你来送我。我怎么可能不来送你？我不想你走。你放心，我过去之后，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不会让你等太久，好吗？我跟你说，你回南屋之后，要按时吃饭啊，要，一日三餐都要吃，不过我会提醒你的。还有就是，别的事情。不要去想，也不要去在意，就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就行。努力工作，但是压力不用太大。就创业实在是失败了的话，也没关系，反正我可以。你可以什么？我就养你了。我毕业了就可以养你的。天天说要养我，那我就等着了。好了，那我就走了，你别送了，好吗？上车之后给我发条信息啊。走了。